吃素的狮子。当你看到这张照片，你会想到这头雄壮的狮子跟这只弱小的绵羊是一对好朋友吗？这只狮子名叫小淘气，是只出生后不久就从狮妈妈身边抢救出来的狮子。因为狮妈妈当时从野生的栖息地被关进了动物园，由于离开了美丽的大自然而盛怒难平。狮妈妈杀死了每一只刚出生的幼狮。小淘气出生时，幸好乔治和玛格丽特这对喜爱动物的夫妇救了他一命。幸亏我们来得及时，要不这个小家伙也得被他妈妈咬死了。我们该把这个小家伙如何处理呢？我们把它带回我们的牧场吧，我想把它养大。就这样，小淘气被乔治夫妇带到了秘鲁大牧场。小家伙，我们要回家了，你一定会喜欢你的新家的。乔治夫妇所经营的秘鲁大牧场位于华盛顿州的格林河附近，创建于1957年左右。小淘气在那里一天天长大了，并和牧场里的马、牛、鸡、绵羊、猫、狗一起过着彼此相亲相爱的生活。小淘气在牧场里最亲爱的挚友是小绵羊贝奇。天哪，乔治，你怎么能把这只狮子跟绵羊养在一起呢？难道你不怕这只狮子把绵羊给吃了？你有所不知，小淘气从出生就不肯吃任何动物的肉，它是一只吃素的狮子。不吃肉，那它吃什么？它的食物是含有适量蛋白质的各类谷类、钙质、油脂和粗饲料，然后再拌入半加仑牛奶。它还会吃牧场里高大多汁的牧草，以保健它的胃。来，小家伙，吃吧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，不过后来我读了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30节后，才接受了小淘气吃素的事实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创造动物来当人类的伙伴，人类要负起照顾大自然的责任，并且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计划中扮演特殊的角色。圣经中多个章节都曾证明过这点，比如在以赛亚第11章第7节和第65章第25节有这么一段话：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然而很不幸的，小淘气9岁时在好莱坞停留3周进行表演期间感染了肺炎，而在数星期之后丧生。他的生命结束了，但精神却长存。小淘气从生命的第一刻开始，就将他所获得的爱与关怀反映出来。基督教都承袭了圣经中以爱护并尊重一切生命为基础，在吃素这方面，佛教更是推广的不遗余力，进而推广戒杀放生。小淘气的故事更帮助人类领悟和平共处的国度确实存在，人类与动物之间应该建立和谐共处的关系，并且要维护自然生物界的健全、安定和美好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